们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先生先牛了，今天是他出殡的日子，我们都非常伤心痛心，但是我们对他不屈不挠，果断地把我们新加坡从一个简简陋陋穷乡僻壤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且是现在变成第一世界国家，对我们来讲是我们的光荣，都是他给我们的。所以在这个日子过后呢，我们要世世代代的怀念他。